以滴管吸取红墨水之后滴入水中。由分子观点来看，分子在水中不停地运动，不断地碰撞水分子而改变方向，往低浓度的地方移动。聚观来看，红色颜料由高浓度区扩散到低浓度区，一直到浓度相等为止。扩散现象是因为分子向不同方向运动，造成不同分子互相混合过程。